Inspire 2 标配前视和下视双目视觉系统，用于定位和感知障碍物。出厂时，视觉系统的传感器已经进行过校准，无需校准操作。如果使用中出现异常 ，DJI Go App 会提示我们进行校准。下面，我们来介绍一下校准方法。开启飞行器，用 USB 线将飞行器与电脑连接，打开 DJI Assistant 2 软件，点击用户登录。登录 DJI 账号后，选择 Inspire 2， 点击左侧的校准。校准前，请仔细阅读校准提示。双手正向拿住标定板的指定位置，根据屏幕上的提示，先进行前视校准。校准完成后，垂直摆放飞机，使用标定板进行下视校准。操作完成后，飞行器自动开始校准计算。校准完成后，重启飞机，关闭 DJI Assistant 2 软件即可。